今天我们这么难得的请到我们金话筒，而且还有我们孙老师，那怎么样都要给我们来一段，讲几句啊，朗诵一段啊，抒发一下感情啊，都可以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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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大家。真高兴哈，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这么多熟悉的笑容，陌生的笑容，但是我觉得跟大家都是一见如故的。其实说起来，我们新兴文学社从最初的创立的那次座谈会议我参加了，一直到现在。那我跟 Carrie 呢也是多年的朋友，他是我对我来说是很有人生意义的一个朋友，是我来到美国之后不久我们就结识在学校里面。所以呢，印象很深刻，这是一种同学的情谊。而且呢，这一次我就看到你们这么多人，为了一个共同的爱好，为了我们对人文学的喜爱，为了我们对各种健康话题以及生活意义的讨论，汇聚在一起，有这样的一种馨香的氛围，真的是让我特别的感动。刚才呢，大光老师的主持也非常的好，很能打动我。如果说走进新兴学社是一个坑的话，我很庆幸自己今天跳进了这个大坑，而且呢，我也很高兴啊，有这么多坑友，每位坑友都这么的热情，大家相处的时候特别的真诚，连来到这儿的时候，都蚊子都特别的热情，是不是？对，很希望呢，以后也有机会能多参加这个活动。刚才的每一位我们新兴学社的成员的这个朗诵都很能够打动人。其实你如果真正的说朗诵的意义在什么，我觉得朗诵它并不是在于你有非常好的嗓音，你有多标准的普通话，你有多么好的朗读技巧，而是将你对文字的感受通过你自己的学识和对世界的认知，对生活的态度，用你自己的语言将这个文字立体化的表达出来。那什么是好的朗诵？就是他的朗诵能够走进我的内心，他的情绪能够深深地打动我，触动我，能够让我与他产生共鸣，这就是最好的朗诵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？我是很对，我从来不认为你有特别好的嗓音条件，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朗诵者。那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情感表达才是最高明的一种文字有声表达方式。刚才我们大家呢都每一个作品呢都是蛮不错的。今天的主题是夏，我想了一想，在我脑海，因为没有做太多的准备，在我脑海里面跟夏有关的诗歌哈，我快速的搜索了一下，我想干脆找一首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，因为我们都有过在中国接受教育这样的一个经历，我想呢找一首我们中国的经典诗词跟大家一起来朗诵起来分享一下，最好呢我们能够一起来唱和，有一些句子我们因为大家都熟悉，当年呢都曾经背诵过全文的，所以呢干脆我们就一起同声朗诵一下好不好？好。想来想去呢，我手头有现成的，有现成的配乐的是这个，我们最早的诗歌总集当中的有叫《墨兰辞》，《墨兰辞》大家还有印象吗？唧唧复唧唧，对，这位替父从军的中国女性，我从来没有认为中国女性是柔弱的，我历来认为她们是忍辱负重，而且聪明又有才智，而且又非常的勇敢坚强。所以说中国女人从来不是弱者，特别是走进现在这个时代，谁敢说自己的太太是弱者？家庭幸福的秘诀是什么？一，太太永远是对的。二，当太太也许出现错误的时候怎么样？调剂第一条，是的是的是的。所以呢今天我们干脆就一起来重温这个木兰辞好吗？好。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
数声唯闻女叹息。问女何所思，问女何所忆，女亦无所思，女亦无所忆。昨夜见君帖，可汗大点兵，军书十二卷，卷卷有爷名。大爷无大儿，木兰无长兄，愿为是鞍马，从此弃爷征。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。辞爷娘去，目宿黄河边。不闻爷娘唤女声，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。但辞黄河去，目至黑三头。不闻爷娘唤女声，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。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。朔气传金柝，寒光照且衣。将军百战死，壮士十年归。归来见天子，天子坐灵堂。策勋十二转，赏赐百千强。可汗问所欲，木兰不用尚书郎，愿持千里足，送儿还故乡。爷娘闻女来，出郭相扶将。阿姊闻妹来，当户理红妆。小弟闻姊来，磨刀霍霍下猪羊。开我东阁门，坐我西阁床。脱我战时袍，着我旧时裳。当窗理云鬓，对镜贴花黄。出门看伙伴，伙伴皆惊忙。同行十二年，不知木兰是女郎。下一句人人都会，我们一起来好吗？雄兔叫扑朔，雌兔眼迷离。双兔傍地走，安能辨我是雄雌。我刚才说了吧，我们孙老师一开口肯定会镇住大家。谢谢谢谢大家配合我，特别是 Perry 对我配合特别好啊。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契合下课的主题的，因为咱们可以设想木兰是立夏的时候走的。然后秋天还会有人在等着。对，是的，是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我们孙老师。我们也很庆幸啊，学社能够有孙老师的这样的现场的给大家的演示，以后还有机会给大家做指导，是不是啊，孙老师啊？我们怎么样都要让他答应下来。孙老师刚才已经私下已经答应我了，他说他很喜欢我们学社这个氛围，以后希望能够经常参加学社的活动。好，代表学社非常的表示感谢。